你们俩现在也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两位妈妈啊。是的。但是今天站在这样一个充满仪式感的舞台上，站在女儿的两边，怀揣着这么几十年来彼此之间的过往，你们最想对对方说什么？妹妹，谢谢你。要是妹妹虽然她后来有了自己的亲生孩子，但是对我们的女儿。 很疼爱，很疼爱。为了孩子上学，他很辛苦，付出了很多很多。我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妹妹。是她让我女儿能够站在这样的大舞台上为大家唱歌，我们感到很骄傲。嗯。以后妹妹，为了我们女儿的幸福，为了我们女儿的愿望。 我们俩一定要加油！谢谢姐姐的夸奖，我是应该的。谢谢妹妹。你想对两位妈妈说什么？我觉得我特别的幸运，是两个伟大的母爱，用她这种伟大和无私的牺牲，才成就了今天的我。 我的亲生母亲给了我一副好嗓子，而我的养父母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所以我是幸运的，我也会非常的珍惜，一定会好好的爱我的两个妈妈。今天你的心愿，先来说一下好不好？好。来，上前一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能够让我在家乡的南蔫合唱团拥有一架钢琴。来，请回。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心愿呢？在我的家乡，有很多人都知道我，而且每年春节的时候，我都会回到村里为全村的父老乡亲唱歌。但是条件又很受限，所以我就给大家成立了一个叫南蔫合唱团，就是让这些热爱唱歌的人都能够有一个平台，有机会能够接受更为专业的学习，一起唱歌，一起快乐的生活。在爱里面长大的人，永远不忘记那些更需要爱的那些朋友们。 更需要帮助的那些乡亲们。对，这个特别是佩服两个母亲，因为我两个女儿啊，刚才你说到生母当时在学校趴着窗户看你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止不住流啊，因为这种感情情感呢，只有真的当父母了才知道。所以说刚才你的故事真的听得我们特别的心酸又很幸福。然后呢，精益教育呢愿意帮助，你圆梦，谢谢。 你讲故事讲你自己的人生，我就一直在稀里哗啦的掉眼泪。<笑>我就觉得兰妮儿你好幸运，好幸运的。虽然你被抱养，但是你看你的人生真的像开了挂一样，两个妈妈的爱，两个村子的爱，又有一个那么好的老公，哇，你真的是太幸福了，真的是。 雅人生女性学习成长学院愿意帮你圆梦，同时我也希望你能够把你的幸福人生讲给我们更多的女性来听，好吗？谢谢，太幸运了。幸运在哪儿呢？两个母亲都那么的好，你还找到了一个好丈夫，因为所有这一切啊都出于善良，而且你现在成名成家了，还不忘乡亲们，说明你内心非常有。 非常的伟大，非常的善良。那我们梅尔慕医院呢，愿意完成，你的梦想，帮助你把爱、把歌声，给你的老乡，给你的乡亲们。谢谢你。谢谢。我觉得我们看了很多悲伤的故事，很少有故事说有那么一个不太开心的开头，但是却有这么圆满的结尾。我觉得这就是爱和善良的力量。 尤其是我觉得更值得敬佩的是养母，她能够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下，在自己有了亲生儿女的环境下，还这么为你付出。所以，我们银浪文化也特别愿意帮助你，也祝你们每一个人幸福。谢谢。虽然说爱是不可以比较的，但是我依然要在这两个母亲之间着重的夸赞一下这位养母。 他的家庭条件差，后来还有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但他依然把最好的爱给了兰妮儿。
其实当发现养母对自己的女儿这么好的时候，生母才有了更加想要对自己女儿好的那种感受。所以从中最得意的就是兰妮儿。你的心愿马上就要实现了。哇，再见。温和孝顺的兰妮感恩生母和养母对自己无私的付出和无微不至的疼爱，她和生母养母的情缘一生都无法割舍，也希望兰妮合唱团能为家乡的公益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